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分享罗艳卿艺术人生，佢嘅电影名单。1960年仲有《飞梦奇缘》、《佛前花送状元归》、《李仙传》、《花灯记》、《孝感动天上集》、《乌龙王发达记》、《摩登新娘》、夜探留人洞、冷月寒梅下集、阵阵惊魂、西河会妻、三尸四命五重冤、五儿哭坟、代代柳文柴、折虎审贪官、鬼媳妇、刁蛮女侠。上集是1961年的作品。1961年的作品还有《彩灵宴》、《傻侠勤王》、《一命难填九命冤》、《挖木宝山河》、《汉宫秋月》、《衣大奇冤》、《皇城救母定江山》、《芙蓉帐暖度春宵》、《侠女恩仇》、《苦唱喜夫徐》、狄青、金兰花的上集、怪侠金丝猫、母子泪、汉宫英烈传、好女吴休嫁、十八追魂剑、夜光杯下集、欢喜夫妻、风尘侠侣、威震江湖八卦刀、抬轿姑爷、游龙情侠、金銮教子认新娘、十载含冤为我郎、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上集、红巾女侠昂姑爷、仙笛神龙的下集、太平天国女英雄、电话情人、丹凤屠龙剑、步步高升、仙笛神龙的上集、火网英雄传、刁蛮女侠下集、雷克探案之血手空刀、古墓追魂剑、金兰花下集、寒江关、夜光杯的上集。来到1962年呢，他有鬼侠、惊天动地、龙虎恩仇、龙凤配、百幸孝为先、秋香怨上集、女驸马金殿明冤、斩柴仔蜂王、富贵荣华第一家、黑玉孤儿、大明群英会、春满帝王家、罕天雷、柳计新娘三告状、秋香怨的下集、文武状元曾彩凤、血洗爱河桥、真假洞房春、狄青五虎平西、湖海恩仇、探花夫婿状元妻、龙凤奇缘。而1963年呢，有铁鸳鸯、红粉金刚、大侠金葫芦、狄元女复仇记、风雨一平机、烽火恩仇十六年、雌雄双剑侠、武当七侠、金锁匙、咖啡女郎、东江女霸王、难测女儿心、乱拜石榴群、贤妻良母、天降福星、无敌鸳鸯剑、孝子贤孙、满堂吉庆、大家姐、无牌丈夫、富贵满华堂、香城九凤、九九九独天鹅、锦绣天堂、银箭金刀、密码间谍战、海角惊魂、龙江三虎上下集，是1964年的作品。都是南北铁观音，亦都是1964年的作品。《J
至于1965年呢，有大红袍，人鬼因仇，大四喜，女人第一。而1967年有宝蝶记，七剑十三合。1969年呢，有伏魔乾坤剑，五岳风云。1988年就有又见冤家。好，罗艳卿的戏剧人生今天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订阅啦，拜拜。